因为我们刚刚如果说要串一些变数在里面的话，那有的时候是数字，有的时候是文字啊，文字不用转型，可是数字就要转型，那转型你要串一堆很麻烦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干脆用 format。 那 format 一说，我的文字归文字，然后格式后面你可以把变数直接帮你填上去就好了，而且可以填好几个变数进来。好，比如说我们以这一题来看，像后面这边有一个说明，这个是在 string 里面有个 format 的一个方法，然后这个 string 的方法在64页了，这个各位可以参考。如果你要取得什么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，你就用什么，用一个大括弧，中间加一个冒号，后面加一个点 2f 的话其实就 float 吧，然后点 2f 就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，它输出就长这样子。好，如果你要加一个符号加的话，你可以加在什么冒号的后面，然后还有保留那个负啦等等的，或者是说你将来要补零的话等等的，有这些用法。如果是整数是低啦，这边没有提到那个文字的话用 s， s 的话是文字 OK， 这边有对齐方式等等的。那如果说我们以刚刚这一题来看，我们这边的话是用 round 取得小数点第二位，不过这个方法是真的帮你试舍无路。可是如果你只要格式化的话该怎么做，首先第一个我一样先把这一行，当我讲过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说改完之后是不是成功，建议怎么样，可以先把这一行复制一下，然后复制一行一样的到下面，再用这一行来做修改，上面这一行可以把它 Ctrl 加斜线把它注解一下 OK。 那改怎么改文字归文字，所以第一个的话我需要做什么 BMI 冒号，冒号的话呢比较简单的写法这样，就是把中间这一串拿掉，那因为这边要补一个什么，补一个 BMI 的结果，而且要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，所以我直接把这一个字串中间加一个大括弧。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大括弧的话，它会直接就没有四舍五，反正是什么就丢什么过来就对了。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，加一个冒号点 2f OK， 这规则所以习惯上如果你要 format 反正一定是大括弧，然后所以习惯上先大括弧，然后先冒号如果是整数的话是低啦如果是什么小数点的话就是点 2f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串的所以 BMI 这个是一个变数，那我变数怎么丢进来呢，特别注意你可以在这个文字字串的后面加一个点，那打一个 format 打一个 FO 啦，不过因为 Eclipse 会自动提示嘛，那你也许可以自己点两下，然后把这后面的参数先拿掉，后面的话意思说再把 BMI 这个变数的值帮你放到这边来，那它会怎么做呢，它会根据什么呢，根据前面的格式化规则再把这个资料帮你填进去，所以就会变 BMI 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，换行平与四然后吃掉它后面换行，再把后面的平与加到后面来这样的话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，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OK， 这个 format 还蛮好用的，后面还会再用到，因为它后面的话可以不只是一个变数你可以很多个变数，然后后面有好几个大括弧，你可以把资料丢到前面去做格式化 OK。 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做完之后执行看一下结果 OK。 第一个一样把它输入一个体重，输入一个身高，Enter 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没错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有没有，这个 BMI 冒号就是这个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，就是把这个丢进来，它就输出这个结果，换行到这边评语丢到这里这个标准不标准的话呢，就是再把底下的逻辑判断的字串再串过来，就得到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format， 那 format 重要性非常高所以特别强调，如果你对这个不熟以后做蛮多地方的应用就会出问题。
格式化部分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吧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哈。点 2F 啊，当然顾名思义啊，如果你要取到第一位就点 EF 啦，OK， 看你要取小数点的第几位哈。